二年余了。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。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。那年冬天。祖母死了。祖母死了。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。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。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。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。我从北京到徐州，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。我从北京到徐州，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。到徐州见着父亲。到徐州见着父亲。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。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。又想起祖母。又想起祖母。不禁簌簌的流下眼泪。不禁簌簌的流下眼泪。父亲说。父亲说。事已如此。事已如此，不必难过，不必难过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。徐三秀，上课不要开小差，要认真听讲。回家变卖点字，回家变卖点字。父亲还了推工，父亲还了推工。又借钱办了丧事，又借钱办了丧事。徐三秀，怎么回事？这些日子，这些日子，家中光景很是惨淡。家中光景很是惨淡。一半为了丧事，一半为了丧事，一半为了父亲付钱，一半为了父亲付钱。丧事完毕，丧事完毕。父亲要到南京谋事，父亲要到南京谋事。我也要回北京念书，我也要回北京念书。我们便同行，我们便同行。徐天秀，好看不？好看。没见过。见过。见过还老实盯着看。上课开小差，你对得起你爹爹吗？到南京时。到南京时。有朋友约去游逛。有朋友约去游逛。勾留了一日。勾留了一日。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。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。下午上车北去。下午上车北去。徐天秀，你站起来。站到外面去。老师，我不看了。不看了，你站到外面去。等你什么时候看够了，不想看了，再回来上课。今朝出来要烧个酒粉呢，菜面还不洗吗？这真的料，好虚干呀，该不用了。对啊，这不是还洗吗？不洗，又在洗了。
26年你给做个媒吧。哎。26年你给你做个媒了。你困了我做吗？你刚才是话什么呀？我说、啊、你6年你给我请个年。年了你才把年纪嘞。你要把那50岁都没有。你看我年龄了，像我这50岁的都没有啊。有个女的就百个人了。这就乱七八糟个人心，找个地方靠了呀。从树上捆过。什么树啊？反正就是从树上捆过嘛。小雨，这得跟你生活也不容易，有些乱七八糟个东西，你别乱看嘞，那细。我把它细了，都是三岁了。是三岁还不细啊？反正我已经懂事了。你个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到底是哪个树上捆的去？不是从树上捆的，是荷花老师讲的。那不会吧？老师不给你讲汉子话，这个是。荷花开的生物课呀。什么课呀？生物课。什么课是讲什么呀？就是讲人体器官结构还有身体的嘛。不行，去骂老师了。天生我嘞也不乐意，地上我们也不痛快，个风险几百的，好个不晓得牛娘娘个本事。过年牛娘娘这个么呀，生个小孩恐怕是一个层次了。哎，其实离婚房也不好签呀，签从我们个外国的婆老家来，就把这个萝卜跟变成包子，就要拍这个萝卜，错呢，我们个烤子萝卜又婆老家来，就把新木的也是牛娘婚都看那么深，很冷哇好的个事，哦又跟变成我萝卜。还要封表这个萝卜包子啊，还要包个包起收的叮叮铃呢。哦，叮铃铃，放心，俺妹的婚事只需要你牵个线，以后的事就不要你操心。那个妹，这个事你晓得了，那我。不要让你操心。要得，你要十二块吗？啊，你先休息了，俺回去哈。嗯。我好的早了。好。这个事我也考虑个。小小啊，每天书本不来怎么样？现在放火了。工作火，我就过了。爹打着呢啊。妈。俺爹的么子呢？干嘛啊？你叫他早起，我就过了。跟你爹的早起死了，看你爹的几个店呢，又做爹了又做娘。刘奶奶，你能不能帮我请个年呢？就是为这个事那个，是你爹讲那个，你爹的晓得这个事吧？你叫那外家个叫那爹的来，这个事你爹你做都没得准。我爹爹起不来呀。起不来，这个事起不好我了，那外家个了。你就帮帮我嘛。你就要帮了。你爹是不要婚的嘛呢？我会有办法。什么的办法？反正我会有办法的。有的。那我就搞起你爹的钥匙钱再来我了。哪去那个种的？我就搞嘛。
一个要叫个，一个没得命，在地里落得起。一个哥，每个女的，就是那我，那个做菜个时间搞得落得几好，一点坏都没有。老婆子，麻花呀。老婆怎么不用啊？我三年了。老婆呀。六年呢。这是么呀？我三年六年能跟我亲个年。爹都不是跟你玩过吗？爹都不想找嘛。你不嫌我噻。你个妹的，脾气个小坏呀。凭什么骗你多要点年我钱没有嘞？爹的穷嘛，掏不起嘛。就是我是俺要个年。你家把我要回来，一生用丢啊那个？我晓得。晓得你要乱生你？就是上两天白相过年的嘛。那个女的叫桂兰，今年36岁，有个老公啊，一年前到外边去打工，上老的大子伙来，妻子，生着一个妹呢。桂兰年轻的时候呢，是个好姑娘。熊家做老婆的呢，多得很，太紧养出个，把这个的屋看到几户子。一那好个女个，要在等人啊，七老子，真正的牵手学来个夫妻嘞。你老来不小了，差不多50岁吧。一那好个计划也不好好的把握啊，不得个三千六分个钱。再看我那个哥的看，穷样子。五七八光个乱七八糟的，就是有一个女的来帮人嘞，肯定把家里嘞办得干干净净的。以前没你细，后来见那个吃苦受累，那不乱我老婆。现在没你孩子，你要应该为你自己嘞，做好想。没你个时候是七八年吧，一头年岁都过去着嘞。我也不能长不凶个女的，算着。我可是陪我子，我就我呢，我就拿来不玩那个。这件事免得晓得你念头，全校的成绩才榜上也是很好的，都是榜上前几名。要是去不分县挂的，考起太合适没任何问题。但是现在我发现也经常有些分县，那么呢经常把你叫来。这句话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呢，他能够了解到全校现在唯一的是分县。还有一件事，现在开学已经一个多月，全校的考察费到现在还没搞。全校现在只收成绩一个零没搞，来年好多个我娃都希望全校能够勤快去搞起来。如果才新生那些还不能搞过，那么只有全校退学了。跟着我嘞，这是救急比救抢个嘞。
宋哲跟着我的事，你想好吗？我在想啥子？你事业好的想法。要是你不在这休息过年吧，有钱个没有钱个，有活个没有活个，改变我今天去。看这个弟弟你不念书也没有出息，你要不想休息，我跟着你用个了。你是昨天的老女，太关键，这个事情我光瞧不多呀，还有你继承啊，因为新办不行办了。你看我这个用着呢，还有今天饭可以吃呀。再个说我娘没给别人我死我的呢。该是做的，像那个卖着的那个情况哎，能够做的个也差不多的了。你那个啥还真不能做啊，这个是要多少天了，累皮的了，晓得吧？你要敲针？嗯。临车后敲针八个针。嗯。我叫陈秀，陈年个陈秀，这个小，你是不是没个？是。我是几个？你几月份个？九月个。我上一年全个，我比你看，我把两个可以做姐妹了。我是我差一个五元好吃饭困觉个姐妹。你不愿意一个人搞得帮我弟弟？愿意。明年为什么不高兴啊？我没不高兴，我看到这篮球就不高兴。那个人呢，爱吃盐，真是改都改不了。要是你闻不得烟味耶，那就改耶。那屋里有三个人，搞着你个妹呢，十五个人呢。也还我个儿子，你可怜呢。要是你还会呀，你还来得及。真正的，你把我说的怎么样啊？你摆怎么样？用的你啥可以，就是太轻了不行。哎，你娘个司机啊，是个人个没办法挑三杠四。你硬要加你啊！一辆老司机就你是加你，从未小伤个。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是良心干你的，俺不是为着你。我不要你，我也不要加评价爹爹。
阿婆好低哦，你跟我爬吗？俺说一个人跟那，他是小一上船的。老婆生气，舅，喂舅，我就跟老婆生气哦。哪家老婆生什么气啊？老婆是老婆头子。这个暖到家。我去，那天我就要送了啊，来人了，搞你搞个什么酒局啊？生了家，生了我们好久不见。那些人呐。我瞧呀，该走。真该呀。真该走。你老婆想你该个吧？不是，是自己要该个。你就不要站了，你老婆没踩个地，又不晓得你的行为。那晓不得嘛，不晓嘛。那小就是为着你老婆，那早就劝你七个了，你就是不听了，咱妈的还拎个了。现在晓得有个女的好了，不晓得好哦，有个好身体啊，好能享受享受啥子。No.
等你用点还来再吃嘞。啥嘛？旁边卖啥子吗？弟弟，我等你来再吃。强吧，强，他在做作业呢。那你先强吧。你的强了，待会饭菜都拿你的嘞。你答应俺一件事，行不行啦？你忘了？俺想到盖风协议同俺买一只小鸡啊。屋里还不是空的只小鸡啊？俺想多用一条啊，现在个距离我也种子大呀。你要照顾娘啊，要照顾孩子，怕的你忙不过来哟。哎呀，一条还不是用用，还不是用，再我也不多费了什么事。过得请我，老子请你。好，今天的课程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请同学们回去以后以我的父亲为题写一篇作文。下课。谢谢哥哥嘞，鸭子，把桌子搬进去坐，让我安住啊。你怎么回事？连题目都分不清。站好，老师问你话了。你知道老师出的题目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那你写的是什么？你连父母都分不清，那你感激偏得感呀？为什么？我没有爹爹。每个人都有爹爹，你怎么会没有呢？我爹爹死了。你娘不是又改嫁了吗？他不是我爹爹。现在我给大家朗读一篇作文，这是我们班徐春秀同学写的，老师给这篇作文打了满分。我的父亲，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阳光洒满教室，老师手拿课本站在讲台上，一遍一遍地领着我们朗读朱自清的背影。这是一篇写父亲的散文，许多年来感动过无数的读者，我却没有被这篇课文所吸引，我的目光紧紧地盯着窗外。父亲这么多年为了我的确牺牲了很多，我决心要替父亲做美。放学后我没有回家，我来到了娘的坟前，我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缠绵在地下的娘。
哇，什么事给瞎高兴了？是因为瞎子做文了，瞎瞎子熬夜，谢老师给你当么子分呢？哦。真真呢，把你考试个作文了，拿到班里看下子不啦？什么作文呢？就是写爹的一个作文呢。那又管不到我管什么？老师给你打几的分了？满分。黑子娃个事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黑子娃个事是我一个。
还有可能。你不是盖子烟吗？你又下去烟来着？是你呀，吓了俺一跳，俺以为起着火呀。你这手等成嘛，还有俺有宣子哈。你群牛都不会去啊，俺还是冷城的状态个，你还以为俺凶不了俺也凶啊？想掐就掐嘛，不要掐骡子，掐骡子浪费身体啊。哦。
别给你们的麻烦不麻烦了，已经走的可是唐总，这都能安排通知了。对呀，你们今天的事情不要讲乱的话。啊，可以不跟你说，我都那个意思不跟你说。意思啊，以前还是已经搞太贵了。啊，跟我嘞，你在用的身体干啥作用嘞？我不管好不的，要是以后就是没得事，那不要来管我了。嗯，我晓得。过去了，喊完女保安喊头啊，好很早啊，是君子挑衅不学的。是的。你不要管俺了，你做你的事了。你个药搞到的啊？我都亏着的呀。那你给拿来了，等下你被蒙进吃药了。那司机来。你是怕什么？我这么用药还是要钱的。把个药给我干起来，不要再弄了，就管了。不过啊，不行了，这个。不行，给我消一下去个。他。现在是两好子，你不要话，老头坟上你回头个，你不能心软，你心软，哥哥能花个了力气去拍飞个，再让我还有钱个老下，怎么能不能你个小孩嘞？哎呀，俺一个好消息告诉你，从你身上逃出屋的，所以你个骗子已经跌在熊猴子医疗范围，发票我给你带过来子。病人到熊医院去给你补充进去。这人他，多呀，他一个女儿都没有招到的，不是嘛个娘的，是个小苦啊。可是老爷我买的啊，娘就是这个。你看还是一面了。你不一面以后就没了。你有那个喜事啊？你往去看看咯，他是性格啊，你难逃啊。好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别这个，差不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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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天的陈总话呀，一个火车一调啊，又来了个新政策。
安工整合问题是今天工作最揪心的一次。穿的五针就肯定好看。几千呐？这个便宜，打五折了，一块钱。一个好贵，莫看了，莫看了，莫看了，这条好贵。那个三分钟没有。那个意思，那个意思，像三种全都是吗？你跟鸡飞到了，今年流行嘛了，肯定是流行门里面的就贵了。十二个了。没有，那一件八块子，第一件更贵嘞。那好，白来嘛，你要买近身的。你送我个小贵呀？白贵呀。我昨天整天用的，想叫你送我不是个胡子。你不叫人做师兄，叫人做客群吗？其实我今早还在街上吃着。你还在街上吃着？哎。你在街上做什么？在外头人看看嘛，就是没来了给你。看一下个晒黄豆馍呀，手腕子再宽也不硬了。很多可能性，反正我的你要收个。我怎么觉得你个鸡有些怪异，有时宽晒，有时修缝子。嘛，那就不是多看得起了，修这个屋顶。我还是觉得你怪异。
个人不行，也必须改回去。要定期检查，要我私下用。那个船已经很严重，俺细胞已经可以上次。那过了几天时间呢？一娃的话吊三个月，要是配合吃药的话呢，可能时间会得超些。
说话呀，你看老师那些那个，他学休假就会好。那是不怕死，那死了以后那当然敲人了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你放心了，敲人是你们的，是哪个没的？你不恨敲人吗？我不恨了。我从来都没叫过你叫爹爹。哎，这戏哦，你都叫临时的，先会教我。哎，我方老师碰不得你，我走了以后，我们家敲人了，不要联系了。碰到你这天这个事，走不婆婆，你一个人的经常联系还是难的。不要啊，你会好个，你会好个。不，年纪要大人了，我晓得你身体也不好。我走了以后，你也照顾好你自己。先修个爹的真是超恶，打着爹的脸是光棍的，接着钉子混，他是讨个当面棍。听着我怪浪要的是那的，时光来，搞不那个时候就不上去。怪浪搞的全修个爹的，我想修个爹的气息凶吧，都是用过，都是为着性命。哎，爹爹是命了，本来搞的就抢我，还整我这一个头来，以后我要不晓得全修个爹的，你是混的过后。先修个爹的，快要被熏着，还有钉个弟弟你了，只能生一个你也需要，你都差我什么命了。
当时着，爹爹只能跟你哥你眼虚啊。爹爹小的啊，娘多凶耶，娘成绩都好，爹爹没样，跟不起娘你眼虚。我听爹爹说。爹爹小的啊，傻不得两年都是爹爹个妹呢。叫你好一个你没眼虚了，爹爹是傻不得。这里两个头呢，一个是横头，一个是翁头，好个表的横头，好个兄弟。你是佳佳，你家妹子先叫来。来，算你个运气了。来，啥子你了？来，啥子你个运气了？
天给你买东西了吗？现在就去。流下眼泪，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。父亲说：“